报时尚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宋总。工作着过，还能怎么过？男朋友，和男朋友出去约会行吗？姐，去逛 Michael Kors 行不？觉得包包、衣服、鞋子，我觉得都可以吧。自己的女朋友肯定知道自己女朋友喜欢什么呀。给他准备 Michael Kors 的七夕系列。这组开心的是，因为那时候九州我们都挺认真在减肥，导演是会一直说让我们减肥的那种，所以那时候只要能吃饭或者大家在一块儿就挺开心的，特别是高考之后嘛。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他们那条裙子，就涂鸦的那个裙子，我觉得特别可爱。因为涂鸦其实就是又酷然后又可爱，两个风格其实都可以走，就比较方便一点。我今天就是带了一个这个七夕系列的手表，然后呢是一个属于飞行夹克，我也不知道这属于哪种夹克，但是反正就这样的一个夹克，然后上面也是这个涂鸦的花纹，然后因为外面穿的比较就是比较设计感可能稍微强一点嘛，就涂鸦的嘛，然后里面就稍微穿了一个简单的 T 恤。我觉得不要有太多设界限嘛，对，就不要设框框架架，当你遇到一个人你觉得合适的时候，那个人就是，因为毕竟像我就没什么要求的，也依然到现在是这样的，所以别挑了好不好，有个人爱你就好好接受。单身的路上有你有我，然后要勇敢去爱，也要勇敢被爱。